个地狱，然后他没有穿进去，然后就不见了。子宫先气泡那个吗？对对对。我们那时候那天不是大家都疯狂在那边用那个船？对啊。幸亏。好，开台。音乐。嗯。你的羊被我染色了。它变成黄色的羊啦！好酷啊、喔！黄色羊，我看一下。欸、可以染色。我刚刚是想，我就好奇冲过去。染了，染色也好屌哦、喔，好可爱哦、喔！我的天啊！老师椅子会杀了我，可以不要再坐下了。你应该是又卡两张椅子，是两张椅子的问题。我也不想坐下。在椅子上面下线，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刚刚在椅子上下线，他上来的时候，我是在椅子下的。就是你被挤下去了、嗯、我觉得是他因为现在不是放了之后他会自己放一个那个矿车吗？对、哦、你说是因为自动的关系变成是两个这样、啊對啊、哦，是不是这样啊？ Oh my god 波波同学做了坏事，对，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干嘛？天花板开动了。你自己修啊，就自己修，东西不在我身上。哎、欸，我的痒痒回来了，我刚刚打大叫回来了，谢谢。啊，小雨的嘞？哇，我的鸡嘞？啊、哦，有有哦，小雨的鸡也回来了，有哦，有耶，真的，你有鸡了，而且刚刚出现的位置，觉得哇哦，哇哦，他还不饿哎、欸，真好，真爽，还别喂。哎、欸，我觉得我的狐狸有个问题耶、欸。嗯、就是他还是很怕人、嗯、然后他就想靠近我、嗯、然后他可是我一走他会一直冲过来然后又跑回去、然后他又逃跑他本能性的逃跑然后又送回来又本能性的逃跑又送回来他是狐狸不是是驯服生下来的狐狸对啊他吓死了他是小小狐狸对啊吓死了他又送回来了来给他洗耶！我抓到了，捕获，不厉害吧？这样子他还会移动吗？好像不移动哦。嗯、欸，打掉，打掉，抓到了吧？现在在抓什么、啊？我抓到两只了，我抓到两只。手机，我又抓到两只，它抓起来了啦！哈哈。这样子他就不移动了，好、哦，这样就可以让他坐下了、哦哦、我的船呢？你这样子让他坐下了。我的船。哎、欸，我的狐狸没事吗？有人摔死了。我身上船不到我身上。哎、欸，我狐狸跑太远了吧？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要跑，我是你的主人，喂过你两块，不知道哎，谁、欸、打我？哇、哦，你们看我的船。我传给你。完了。这床。哎、欸，我好歹喂过你两块肉，你跑什么跑啊？等一下，我突然忘记一件事情了。你要干嘛？换、嗯、时镜而已啊。对，我忘记穿校服。反正你都穿那么黑，你有差吗？对啊。我也忘记换 了。你都穿那么黑是哪招？他都穿浴水装啊。哦。对啊。我就是阿半，我要换裸体哦。不然要规定在这里面都不能穿衣服吗？隐形的盔甲子，那完了，我没有几扣了呢。几扣？没有几扣，你一块都没有吗？对啊。哦，拿给你。哎呦！是我该报恩。来，蜜蜂来。来。校长应该是打怪了。校长先打一下，校长，不好意思，我去缴一下医疗费。先等大家入座，然后安静。对，你们太失控了，野妹太失控了。在干嘛？好了，这种时候就老师就会在前面讲说，我就看你们什么时候安静啊。好像安静啊。好了，回来了。现在就在等你们啊，安静啊，看你们是不是像啊。好了，野妹吵死了。生气了。超市，好了好了，没事了，安静了，耶耶，上课喽，耶，今天的轻松生存呢，轻松高效呢，轻松高效是来复，这次要来稍微装潢一下我们家园的啊，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过年，大家可以把那个我们的一些圣诞装饰啊，可以稍微改一下，拆掉了，好，过年大家。
没错，那今天也没有什么大大活动，就先自由活动咯。啊，是不是红包啊？还是不用？哦，对呢，红包哦，还是下还是之后的事情。可是下礼拜，那之后都已经年都过完了哎。对啊，哎，我忘了，因为我对红包这有点印象，就是说什么大家要包一个什么鬼的，就一样是要拿那个跟介福盒抽一个红包。好，好，我马上补一下啊，我们现在就给一人一个介福盒。对，我太满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满出来了。哦，有吗？还没有，还没给啊。没有吗？有就危险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啊，这个介福盒呢，等一下大家就是自己放看多少钱在里面呢、啊、然后、等一下会混合着三个，另外三个、比较多钱的介福盒。哦。啊，等一下就是上去，到时候我们就是下面九个人嘛，九个人的话，我们总共有十二包，每个人去抽一包，会剩三包，剩三包会销毁掉。好。所以有机会抽到就是那个另一个人的红包，也有机会就抽到那种四五星给的大奖这样子。好。然后红包的话不一定要放钻石，也可以放其他东西，看自己的心意。腐肉可以吗？你也可以放空空的，对。哇，好赚哦！白包吗？我白包乱包。我决定这一次要先包了，不然每次都忘记。哎呦，我要来包一包。记得啊，里面放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啊、就是头颅啊还是什么，能够标记自己的道具这样子。哦，好啊，好啊，证明说这是你的。新同学没有包颅的。不能乱包了。哎，头颅不是抽工具就有吗？还是没有？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没有了，那是三百年前的东西了。大家三百年前，包包再清空一次啊！我再给一下大家那个头颅啊。好，不是清空了，空一格了。谢校长，等一下啊。好，我慢慢给。好，我家狗说为什么他没有红包？你要包、啊，你要包给他，你要包给他，你问我们干嘛？他说他也是这里的一员，常常客串，他也要抽。那他也要包，先包出来再说、啊。对啊，交换呢、欸，他也要包呢。我要带他包嘛，包两个。啊，我觉得我这包很大一包，你什么大一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很大一包，什么很大一包？说啊！哎呦喂！有我有钱，我上次那个。铺完那个道路很有钱，哦，我们学校很有钱的，然后彩券还没重置，彩券重置，好，没问题。在催你，还在催促你，在催你，对啊。因为我有钱，我要抢先。他上一集都不听人讲话，这一集都还在催人，真的是很觉得很不 OK。我有钱，我要抢先买彩券。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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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校长，我想反映一下宠物。宠物怎么了？我的狐狸好像疯了。那没办法啊，你养狐狸啊，它没养主人那个啊，宠物像主人啊，宠物像主人啊，对啊，一样疯啊。他。一直想逃跑，然后逃跑回来在我身上又喷爱心，然后喷完又想逃跑，然后逃跑回来又喷爱心，然后他又想逃跑，接着他还会穿墙，然后穿墙又顺回来又穿墙，还是不是跟你一样啊？很重要啊，跟猫咪一样吧，猫咪一样啊，猫咪也是过来咬你一口，然后跑掉，然后在旁边就看你。别提了，我家猫真的会这样，直接咬一口就跑走，超过分。我不觉得它可以帮我捡东西，我觉得它会把我推下悬崖。太好笑了。乖乖，你再不乖，我就把你吃了。哇哇！谁敢过去、啊？你这样领养又把人家杀了，天哪！你就是那种对，要把人家拿来吃。他变很乖耶，他带不动嘞。他被你吓到了，吓死了。他吓到，吓到被煮来吃
哦，我钻石好少哦，怎么办？把全身家当都包进去。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全身家当包完的也没了。你包了这么大包哦？是啊，我的全身家当就没几个啊。我不喜欢有人碰我肩膀。哇哦，好凶啊！我要还你啦！不要，我稿子不要还你了。那我就多砍你几下，我跟你讲。好亏哦！稿子不要还你了。你把稿子掳走一周，哎、欸，我都没讲什么。啊哟，没有，我跟你讲，等一下万小雨要跟你借了，小雨也要去铺公路了。啊，我自己有稿子啊，我干嘛？自己有稿子、啊、有啊。对哦，太难过了吧？你这样好啦，我菜比方是。对，快去弄一把自己的稿子。要找我的红包好了，好快，好了，等一下，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了？花黑粉？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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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红包通常都要包什么数字啊？我其实有时候还是不太知道。偶数，一千一，一千一明明就是那个的奖片。啊？什么鬼啊？一千一是哪个？一千一是哪个？人家丧礼的，人家白色的，哦、对，天哪，对、哦、啊，不过那个风俗民情不太一样，在那个我那时候有查那个，好像是百度还哪边，他们就讲说一千一就是只说你是千里挑一的人，就是有点祝福的意思。啊，真的假的？对，但是在台湾里面呢，台湾就是哎一千一就是丧礼，对，白色。台湾不是就是丧事包奇数，然后喜事包偶数，包偶数，对对对，哦。Yeah. 原来还有这样子啊！辞职怎么做啊？我要去 wiki 了。哦，继续挖坑哦。去啊！有卖解答是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啊！哇哇哇！辞职也太贵了吧！只是要遇水，我遇水定的，超贵。什么？音乐要跟我抢任务吗？还是我们一人一半？你要盖中介啊？对啊，我想说盖一下。好，一人一半啊。我一半，你前五百先盖，后五百他盖吗？啊，没有，我们可以你们一个盖东，一个盖西。哦，哎、哦欸，对对，我们一人往一边盖的。哎、欸，好像可以哦。对对，可以吧？你要用哪一种？你要用哪一种？我要用那个滑板。平滑石头，杰克，你这个拆掉了吗？或者石头、啊那個、都可以，这个啊，拆掉还没有、啊，我等下要盖啊。石头都有，拿哪一个？啊、可是 CP 值很低，就是。你们是两个人互相在对话吗？等一下。对啊。你们现在就是公开两边在互相乱讲，各种讲自己的，不要直字对话，对，没有，对角各在讯息还是通的，讯息还是通，讯息是通的嘛，没关系嘛，没关系的，天哪，我们认得出来这个声音就好了嘛，可以啦，哦，我去解这个好了，你们干嘛啦？干什么啦？不是啦，我那个呢，你干了五次哎、欸，菜市场，我的天哪！你知道昨天就是两边在玩游戏，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一边在 Apex， 一边在 LOL。超强哎、欸、，Apex 跟 LOL 都可以耶、欸。沟通，我们现在已经是心灵沟通，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昨天呢、啊？那都不要讲话，不要讲话。这两天都是啊，打 LOL 的跟打 Apex 的，超强哎、欸。我怎么记得？其实昨天是因为想说，我怕吵到大家，所以我跟想说，我就是跟小雨去下面 Apex 进来，就去那边打。哦、然后后来，但是大家就跟着全跑进来。对，什么要跑下去？哎，对。然后波波就把我们全移上去，但是后来发现你们两个开始打咯，变成说我们两边的声音就吵在一起了。哦，对，其实是这样的，原本是想分开的。好波波，为什么要跟我分开？啊，就不是因为我们讲话会干扰到，声音会卡在一起。重点是 Apex 放出声音的，然后你还把他们俩弄在一起，我快笑死了。还是漏有脚步声，漏有脚步声哦。所以他寄红包好了是先放上面吗？还是说先自己收着？
放上面。放上面。啊，这次呢就是可以公开的啦啊，就是没有到太那个意思。啊，是放在哪一个上？就放这边。直接摆出来还是？对，摆出来。哦，好。那我爸妈可以偷看也没关系啦。我们要不要先去摆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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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这里我们要去哪里了？那我要去拿一颗头。我直接说这是我这里来了，我来了。哦，其实看起来很不错哎。哦，我还没，我要回家呢。没有，我把中介的铁子弄爆了。中介的铁子弄爆了。哇，大家都拿这么好的，我所以是直接放出来就不会啊，不会啊，新同学没事的。嗯，我希望你爆最大包啦。感觉跟你太夸张了吧？那个还好吧？你是你，我是那种就是哇，你们太大包了吧？我这样好惭愧哦，我要重包，不好意思。重包大家都回去重包了，是不是？我好惭愧哦。等一下，我先包个红包。放上去之后要写名字吗？还是不用？没有，就反正放里面放一个你的专属物就好了。我的，对，我的啊，白痴。好啦，过年大家开心就好。大概都包这么大包，我怎么好意思包这么大？这是我全部的财产了，好吗？对，看到你们那些钱，我想说，不行，输了，气势输了。那我真的是只要不要抽到自己的都是赚的。完蛋了，有人那个当水鬼了。大家包这么大包，当然是包小包一点啦。这样比较赚吗？对啊，拿六只怪。哎呦，我已经是我仅有的全部的东西了，我只有这样。等下大家互相看一看，哎，大家都包那么小包，快，对，都小包的了，小包。我很有诚意，我这已经没有别人了、欸。我觉得我也很有诚意耶，我那个那一张一张是多少钱呢、啊？你那个不是上次那个吗？巧克力一百多块拉出来的，拉出来的。嗯，为什么？嗯，我为什么？不是，是我累格的关系吗？怎么了？你为什么每次到八点了就会累格？对啊。我的哎，烟火用弩射不出来，你要放副手，你要放副手，对，我放在副手啊，它射出来是放烟火呢，不是那个烟火，你有特别那个吗？你要用那个、哦，会有伤害的哦，才会那个，对啊，你要有图案才有啊，哦。那我这边放烟火，在怪物面前放烟火。不要，那我跟你去抢任务了。抢任务喽！哦，卖安妮。哎，你有128个钻，我今天还没有钻。啊，我上次很认真铺露露啊，对啊，铺露露。我上礼拜只跟小雨在钓鱼而已。对啊，奖励还我们两个一起分。对啊，哎、欸，还好有一起耶，那个。太难掉了吧、欸、真的现在好难掉哎、欸、繁星你在哪里我要给你吃到饱的钱我吃到饱的钱好那那个羊毛吃到饱的钱那你放在牛旁边的钻石哦BOBO 怎么了就过来干嘛就过来这么凶过来哦搞鬼来 Kiki Ball 啦干嘛你给我干嘛帮你做一把啦哦你帮你弄一把搞啦哦，你今天是学长哦，谢谢学长。我要来抢啊，抢任务喽！因为我要怎么用有那个啊，我去查一下。来不及了，哦、有学长要抢你任务了。对，学长干嘛啦？学长也想玩抗啊，玩抗舞吊球。哎、欸，今年是什么年啊？牛今年的话，牛魔古啦，古尼古啦，古啦，好，哎呦，古啦，药球，火药球，哎、欸，可是不得不说，哎、欸，我也射不出来，怎么样？要在麦块弄新年造的装饰有点难哎、欸，觉得哦，那我有一点难。跟圣诞节比起啊，因为新年都是什么春联那些啊，麦块怎么弄？麦块旗帜啊，红色旗帜。就可能不能写字 啊，就是写字很麻烦。春色呀，是拿那个脸哦。哎、欸，旗帜也可以吧，就是不是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像字的图案吗？对啊，对啊，对啊。哦，春联。突然有点突然说，哦，春联哦，哦，春联哦，I know，I know。
他不是五分钟三分钟前就讲到就在讲到到底是研究所以你的春联怎么了嗯春联怎么了吗没事不要难过你的春联没事就好你这样讲好他的春联是什么特别的事我要去我要去打那个了打三次打春联你为什么打春联上苍打老虎跳哦好、哦，等一下，我们大概9:45就要验收了哦。好，9:45啊，这么快啊？其实也差不多吧，不、啊，这不是直到10:00吗？啊，这么快、啊？我们要杀年兽呢，年兽要躲年兽，杀年兽。啊，太快了！啊，先讲啊，那个圣诞树不属于那个啊，不属于过年气氛啊。没有，那在那在圣诞树上面那个什么缠红线之类的，然后看起来喜气洋洋，可以吗？人家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拍了。你说挂灯笼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哇！耶、哎！烟火的我结束了，哎，好难弄哦。啊，好吧，好吧，你来射你就知道多难射了。好，好吧，哎、欸，好吧，一吃苦力怕我射6发、欸，哎，哇哇，好累、哦，完了，他在敷衍我。稍等你，嗨，你在哪里？我已经盖好一座桥了。啊，这么快？我还想说45分要那个。我先做好一个传到远处的地方。好啊，我过去，等我一下。怎么了？霹雳炮，不是我的。啊，你怎么在打了？早一点打一打，等下就可以。哇，你好快哦！等下就可以赶快去装饰了。哦哦，先把每日的金钱先赚一赚。跳呢？好像也是哎、欸。或者听起来又好像又是敷衍的，他在敷衍你，他在敷衍你啊，他在敷衍你。波讲话有一种带会带奇怪气场的感觉。对，是啊，哦，好棒，哦，真很厉害哦，哦，很棒呢，哦，你好棒哦。对，啊，下个叫看，修补是哪一个小朋友啊？哪个小朋友？哪个小朋友是？哪个小朋友还没看包包？啊，修补好贵哦！我喜绿宝修补不是5钻吗？哦，对，你要你直接跟影月买就好啦。对啊，你跟影月买。5钻的，我给你40颗。你要买8本是不是？还是1本40颗？哇，好赚哦！影月快卖快卖卖它！赚哦，赚翻了！没有没有，我要买我买8本。两人，那我先进去。8本，你在哪？在你家吗？我在很遥远的地方。来铺路。刚刚成就有跳出来啊！来铺路啊！我看到了。好像远方是什么？ Okay, 你放在哪里啊？你有放在家？好里兹多岛。传送的那个门。哦，好，那我钻石就直接放进去喽。嘿。哎呦。附魔书。想想看你要先从哪边盖，我再往反方向。好，那我往这边盖。先从怪物掉落。嗯？掉下来了。附魔书未分类，不是。No。哦，你还有植物哎、欸。是。植物呢？啪啦砰。植物的噼里啪啦蹦，哈哈哈哈哈！东西，他好像混了不得了的东西在里面，我也觉得。植物呢，噼里啪啦蹦啊！你是把那个跳跳糖那个一包加在里面？哈哈哈哈哈！噼里，哎，感觉蛮好吃的啊！真的，哦，太满了。哎，有东西可以拍看看啊！
你说植物有噼啪碰吗？什么鬼东西啊？噼里啪啦碰，试验看搞不搞吃？天哪，感觉就很可怕，吃会肚子。团团，你的肚子还好吗？啊？你常常吃坏肚子哦。小鸟用上半抓哦。喵。啊？你用下半抓吗？它不会，这样比较不会生啊。好啊。铁针，要把它挖掉。这东西好微妙。绿宝。旗帜要怎么做、啊？死亡连续杀死。旗帜怎么做？你要什么旗帜？那就纯粹昂昂弟弟的旗帜。红旗帜我帮你做就好了。你可以去买啊，然后把它洗干净就好。有修补了，买买，然后把它洗干净。怎么听起来好像它原本是？它是就是它有其他有卖其他颜色的没有红色的。蚂蚁，反正绿宝石那么。哎、欸，酱油是不是声音都不见了、啊？哎、欸，对。对啊。对。啊，你在啊、哦？没事，他今天表示他没开台。哦，今天很累累的，很累，辛苦你。哎、欸，你刚刚他自己，你刚刚是不是雪球丢到羊驼，然后对你吐口水？阿基，你怎么这样？雪球也不行哦，奇怪，不行，你怎么吐那么久了？他口水很多哎、欸，没了没了没了，沒了口水很多哎、欸。吐超久，他应该吃到太酸的东西了，吃到酸的东西就一直流。霹雳糖啊，霹雳那个的，他在那个噼里啪啦碰啊，霹雳糖，噼里啪啦碰，植物能噼里啪啦碰啊，到底是什么鬼？哇，还旗帜，要和旗帜，你要什么颜色？你就红色六个、啊，红色就好，六个加一个木棒、啊，是不是？哦，这样就是了，对啊。啊、白痴哦、你会玩麦块吗？你要特殊的，我再帮你做。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啊！是矿主吗？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做嘞？对啊，对不起嘛，我就烂，我就从来没用过。你做了吗？还是我做了，我做了，就先单纯红的。哎、啊，对哦，我们的中介的那个是不是坏了？谁中介坏了？中介的坏了，中介的刷经验场。那上次就坏掉了、啊，没有蛮那个，对，你要眼睛看中介那个中介使者，但是他们现在在铺路，所以那边应该照理说不会有，有三只，很多哦，很多很多，为什么是不是卡了吗？卡了没有啊？今天我觉得上面很卡，因为我丢中介珍珠没有用，我刚打够也超卡。我刚传到上面的时候卡到爆炸，而且每次上去都卡。我爆的其实那我不能上来丢你。是累格还是说就是都没反应？应该是累格，就是很累格，然后一阵子之后才比较好。可是每次一传上去就又卡。我会等下被中间珍珠啪啪啪死掉。你说累格，然后、欸、我有丢掉吗？然后快又进了。对，狂丢狂丢的。被扎瓦鲁多了吗？哎、欸，那我来装饰那个好了。我把这圣诞树拆了。我好想要，我要去找荧光石。这是什么东西啊？嗯，这边是谁的箱子啊？哪个？第四只。这个啊，这边有介符盒是谁的、啊？哪里？哪一个？那我的，那我的。哦，我想说什么？怎么有人把箱子放在这里？啊，地上的红包不要捡。不要乱捡，很危险。校长，你的东西好好哦，我的天、啊！白痴，我上来干嘛？装潢这里，我要去地狱挖荧光石。哎、欸，那我去查一下好了。嗯，色办过年会长怎样？色办过年才会长怎样？过年是没学生在学校一样啊？没人啊？对耶，对，过年就不会有人啊。那我不装潢了，因为没有人、啊。哇，那你可以当这个当理由啊，可以啊。哇塞，不行了，我被校长揍死。然后你去零分，真的有零分。以牙还牙。哎、欸，团团、欸，我来接个任务啊，有迪萨两只地狱幽灵的啊。他有吗？因为刚更新了一个。啊！嗯、哇，耶，结束了。对，有两只。我们一起看牙还牙。哎呦，中介嘛在哪里？是哟，灯笼哦，有没有比较像灯笼的东西、啊？靠，这个海灯笼啊，灯笼是你要什么哪一种灯笼？不是、啊，也不是有那个吊灯吗？不是有吊灯吗？灯笼吗？
红红的，我在想要怎么把它用成红红的。弓箭，你就荧光纸，然后地板门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又知道了。哦，是不是荧光纸加地板门？不是啦，是红石灯加地板门。啊，赞哦！哎呦，谢谢哦，不客气哈。看你呀，后台好像它不是推那个，不是那个哎、欸，不是上面的关系，是在开地图。啊、哦，那应该是我，哦哦、那应该是那个啦。我在挖矿，往往在海里的一组，有人在盖中介那边的，有人在挖矿、啊，有人在那个做。哦，嗯、好，今天就是一个怎样？新年穿新衣啊？为什么你会接到这个话题？jump 起来 ，jump， 开 jump 了 ，jump 啊 ，jump！ 我总觉得有点后悔了。不要后悔，不要后悔。How are you, Andrew? Andrew, how are you, Bonju? 完全，哇，好跳。然后没有，我跟你讲，再跳一次怎样 ？Bonju， 哎、欸，对，你们有没有吃过法国料理啊？哦、羊肉真的很贵耶、那個。不行，我觉得这有连结。这还不行，这个不够远，这不够远。对，不够远。对，法国料理还在法国之内，所以没有，那不是我。然后又要去吃那个什么很难吃的那个什么香草猪，是不是够远了吧？没有，就一直要叫带杰克跟酱油去吃，他们就一直都那个、啊、哇，这怪人呢、欸？对啊，是人家你、欸、有人就找了同朋友去吃饭，是说哎、欸，我在那家很难吃，我带你去吃看看、哦，我一定要让你去吃吃看，那个真的很难吃。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啊，难吃！你干嘛还叫我去吃？不是，我现在是要找童温成，然后让你死，不能只有我死，这样吗？现在要找童温成，要有人认同我，那个香草猪真的很难吃。大家吃都好吃啊，怎么了？对啊，等下他们都说好吃，那没有，那这样我就会承认说，对我讨厌香草猪。啊，那我知道了，杰克。嘿，你就说你在这餐叫他请嘛，然后你就吃完就说嗯，好吃啊。不错、啊嗯，好吃，还不错啊！哇，对，可以叫他请呢、欸。对啊，你说你要叫我去吃难吃的东西，那还是你请啊，对不对？对啊。哦，我有折价券，走啊，请你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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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当然了，走啊，等下吃的哪吃不吃？晚上吃啊。那可能要录几晚呢？下个晚上还是明天的晚上？他应该这个意思应该就是今天的晚上，就是待会，待会录影完之类的。如果过了十二点就有点难讲了、哦。你先跟他讲说，我今天 Bobo 说要就是要叫我去吃，然后你说看能不能 pass， 然后他已经觉得莫名其妙。不会 啊，你说的 Bobo 是那个 Bobo 吗？没有啦，今天要录影的是那个巧克力啦，他一定知道的啦。巧克力，然后巧克力就说：“波波，你现在跟我抢人，好意思啊你！”啊，我没事。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H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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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hat people?我有听到我的名字啊，这不是导游啦，不是导游啦，是导游啦，导游导游，我的名字打没事啊，打没事啊，白痴哦，怎样了，白痴，那些符合放在地狱我就不知道放去哪了。哇哇去那条路找找，还敢放在地狱？你 F 3加 B 有用啊？没有，借符没有用，那不是借符棒？在子宫间气泡吗？你去看看。你是刚刚放的还是上礼拜放的？刚刚放没多久啊。那就观众啊。没有，你赶快叫观众帮你看记录，帮你看一下。往回拉，你有没有开往回拉？我有啊。那快点，你可以伟大的观众呀。我看看啊。我身上不是你，有这身边长的地形都一模一样，都太像了，对不对？对呀、啊，嗯，好油，好油，你以后干脆 F 3开着好了。嗯，那横挡视线，
不然 以防再有一次不然装个小地图有没有哎、那我里面放了什么啊完了完了直接什么都不知道了失忆 了里面有钱啦、啊、有钱啦、啊、看一下哎、好像重要的都在我身上所以其他不见好像也没关系哎、小小猪是幼猪的意思吗？对啊，小小猪是阿总、啊、隔壁是又羊又牛又鸡，我头上那么多、啊，都变成特别小小的，因为每个投稿名字不一样嘛。完了，嗯，怎么了？啊！我刚刚里面有想到放什么，里面放了两个速度光碟跟刚刚繁星的红色羊毛。好像还行、对，好像还好哎、欸。嗯，主要是速度光碟比较贵。他 SD 而已，没什么事。哦，那就还好、啊，还好啊。对啊。哎，比较贵就是介符合而已了啦。对啊，介符合比较贵。对啊，介符合本身。介符合比较贵，你可以要求国赔。哎、欸，请问、啊、要求这个也可以要求国赔吗？没有吧？我怎么都要。请问往天堂隔壁这两个箱子是谁的东西啊？巧克力的吗？你是说是天堂？对啊，往校长室有两个箱子。那个不是他寄的吗？不是，不是，这巧克力的吗？哪里啊？是巧克力的吗？看有放饲料啊，然后翘刺衣服。那应该是巧克力、哦、有可能对啊、哦、他离开的时候就先放着了哦有可能那他有把我的武器放进去吗应该都放在这边的啦应该都放在里面了你也找应该有好好好真行啊他怎么有中秋节烤肉哈诶、欸、是还是别人给他的给他的吧因为他那边拿的很少之刃跟那个蓝烧在打波波啊、哦、对啊他就打得很开心、嗯、对啊我一点都不开心。后面有人才哭打酱油，你知道小颗粒拿你的剑去打波波吗？我剑被拿走了。对啊，因为你那时候把那个啊箱子拿出来，再挑说重置时谁要什么，答对人要什么的时候，他就拿走了、啊。嗯、这样子很惨哎，直接都被捞走了。嗯，然后才不知道，凶器是你的。我掉钱不会知道的那种人，这很危险呢、欸。我以前去逛那个什么，逛那个全联哦、喔，然后我身上只有100块，然后我就买东西，哦、然后我要去结账，我发现100块不见了，我怎么看都不知道。哎、欸，说到全联，我们柜台一个很傻的女生，她不知道傻几点的，那个有个阿伯拿影印机印出来的那个500块，而且 size 还小一号、喔、哦，她说我只有500块、欸，然后好啦，那这样子找您400块。我说我天哪，你在干嘛？天哪，天哪，到底亏钱呐？是亏了啊！但心里在想，这个阿伯太可怜了，还是找他好了，这样他还有400块吃饭。你说故意被骗吗？啊，故意被骗。哎、欸，那怎么他不来让我骗一下？我也很好吧？你去印啊，然后去全联买看啊。没有，我觉得这个立场就会转过来，我直接抓狂了。你说我够笨的，够笨的才会找你钱。我看到那个影片啊，不是要买 PS5，然后去柜台结账的时候、嗯，拿出那个 Uno 的回转，柜台的拿500那个帮他付钱。我那时候看到那影片快笑死。对，超好笑的。然后他那个地方 ，Oh no！ 好希望我回转在现实有用。哎、欸，那镜子嘞？镜子有没有用？那加二加四镜子不就是那个吗？不准你买吗？还是我说镜子啊？应该是跳过吧？跳过电影的回合吗？对啊，跳过电影回合，直接走出去了吧？就是拿的东西直接走出去，然后他要拦你的时候，你就给他这张牌，然后就走出去。禁止拦我，禁止拦我，禁止拦我。那你的禁止牌要怎么说？你后面还要拦警察？警察，然后就用出电传。跳过电影还有警察。没有啦，我想到禁止符号可以用在哪里了。当比如说当 Bobo 讲话开始要跳的时候，就对 Bobo 使出禁止卡，停。没有啊，没有那跳过 Bobo 的回合。
没有啊，他跳讲，听我姐，听静子，听我姐就好了。哎，这很亏，你们讲两个字，我讲四个字，才能让你们让你们那个通通安静。啊，麦安妮啦，我两个字啊，闭嘴。闭嘴，闭嘴，你说肃静。肃静是怎样？我铺完了，你铺完了啊？静哥铺完了。我自己就一人五百啊，我把我身上付一付之后翻快一千了。我这样拿回，我这样拿回铺也差不多快一千了。对，差不多。我觉得打光碟喽，好猛、哦！我等一下来打光碟，我先到时候再把铺成两个。新年又打光四啊？这边没啊？我也很努力的在，啊、好难哦。麻将啊，你盖个麻将桌，盖个麻将。啊！不要敲不完，你把它敲成半团。他自己打麻将。哇！他自己直接把它框起来，是不是很会耶？太神了，他自己太神了。不是太神，是太神。太神。太神。这我一定告，这我一定告。天哪！不要不要！你怎么？哇，那新生讲话那也安内啊！哎呦，好俗哦，怎么这样子乱乱来啊？对呀、啊，真正是安内不会散呢。哎呦喂，哭哭儿，什么东西好盖啊？这样子，鸡鸭子 ，Google 一下。好了。是这样，好的，换车，红，哎，你也是一条线了、啊，对，我一条线，所以我才开到一千个，难怪，我想说时间不是差不多吗？为什么你一千个？那些我之后再把它补起来。牛肉吗？好，牛，他们说是牛年吗？回去牛，牛年滚滚来，然后那天牛肉，太坏了吧。还是红那个啊，生的牛肉是红色的，鲜红色。啊，这个借我，这个借我，这个借我。屯，谢谢屯屯。啊，我要跟你借东西。哦，你们红花、啊，高利贷哦，高利菜哦。一次那个一次直播，一次直播可能就要一组赚赚。哇哦，哇，你比我赚呢、欸。可以啊，没有，我再分给你们大家。好哎、欸，哦，好嘞、欸，好嘞、欸，好耶、欸，一点都不好哎、欸。哦哦哦哦哦哦，他的叫声我要告他。什么呢？告啊告啊，告下去，告下去。啊，在场都不舒服，对不对？对，不舒服。我们做对不好，只要给我六十个钻石，我就原谅你。我俩六十个钻砖哪来钻石？钻石。没有没有，我是发话啦，赶紧去准备，给你三天，不然让我写个什么？怎么高利贷？校园霸凌呢？真的，我们现在是校园霸凌的最佳体现。是，我就在厕所走出来就啊，上厕所、啊。你知道我师傅是谁吗？保护费啊，保护费啊啊！我师傅是一方巨头哎、欸，他转包拿竹子，你帮他拿甘蔗，肯定被打。校长，你看看这学校还有什么鬼啊？管不着，不管不着，我跟你讲，校长是我们的老大，你还想说什么、啊？还不乖呢？原来校长也有参与他，校长也有参与他，校长还是主谋，有没有？我们是校长指派的。真的？难道没听过我们校长的名讳吗？哎，凡希，这钱要缴在哪里啊？什么钱？牛旁边，你就牛旁边的箱子，因为他们上次这样子呢，我就嗯，好啦，啊、好那边啦，好吧，这个自助吧怎么算呢、啊嗯？就自己拿、啊，反正一定是红色，现在很缺嘛，等下再去那边补剪刀就好了。红色真的，然后不是说啊，圣诞老人是中国的人。啊，不是，因为中国很喜欢红色，
是吗？那个东西原来是这样子啊！我跟他哦，不是哦，白痴哦，那个村民本来就有卖红色旗帜的。哎呦，我们自己手工做的最棒啊！对啊，我要去买现，我要去买现成的。可是你买还是会有到上限啊？啊，对，是没错啦。对啊，我来逛一下。哦。线条，还是我想说怎么？我让我往波波身上挥下去了。啊，我飞不起来。嗯，我来看杰克怎么扑。哇，杰克，你这个是要……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没想法，你知道吗？你家要嫁人出去了吗？你家要嫁人了吗？可以来这里结婚好不好？来看啊，走红地毯呢、欸！哇，你知道？我想把前面的门框变年兽，你知道吗？哈，那是星光大道吧？真是星光大道，旁边就会有一些摄影机之类的。哇，团，哇团，你要快点过来走红地毯。要走进来，然后那边是会场，是啊，你走错边了啦，那边是啥？我从会场走出来，你从会场走出来是讲工作人员，哇，工作人员，哎，打粉丝啊，到底什么情况啊？是啊，红地毯呢？我要去看别人的，哎呦，需要一点集思广益。嗯，鸡丝面，哦，好饿哦！哎、欸，所以鸡丝面的那个鸡那个面是，我之前一直以为它那个面是用鸡丝去压成泥，然后再弄成面条的。是，那是鸡的筋。没有啦，鸡的筋要慢慢挑出来的。那是鸡的筋哦。所以要鸡的筋，然后把它搅碎弄烂，然后再弄成面条形状。筋怎么弄烂啊？很难。哎呦，还有什么啊？啊，我来做那个好了。哪个？很喜庆的东西啊，有红色就很喜庆嘛。咚咚咚锵吗？对啊。喜庆，喜庆洋洋。啊！血流成河。新年，新年到，哒哒哒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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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啵啵。我也来拿，继续吃饱饱。啊！过年你们听过最洗脑的是哪一首？你们就是真的是听到就不会想。帕多鲁，帕多鲁，不是啦，又是帕多鲁啊！哎、欸，我会想到一首歌、欸，哎。哪一个？全联福利中心。真的呢，好像也是蛮洗脑的哎。你说过年的歌，给我讲。福利小小福利。不是啊，因为之前也都在全联做嘛，然后过年的时候就，过年的时候都在播这首歌啊。不管哪一个节在播这首歌啦。那个吧。新年应该比较洗脑是那个什么新年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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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新年到，每到大街小巷，我自己是对这首比较讨厌，每条大街小巷。可是不然他们要放什么啊？他们好像也没得放，就可以放痛，十年不醉。为什么不吹？为什么啦？孤独万岁！对对对，不对。不要，我真的孤独万岁。为什么孤独万岁？孤独万岁！孤独万岁！不是好兄弟的歌啊！哎、欸，我害我不是害怕，我想到最近就是 FB 还是扑浪啊，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人说什么他去扫墓，然后就他爸爸跟他说，你这样扫墓就是很没有参与，就是活动什么的，然后就说、要不然他要在那个墓前面打 call 吗？阿公阿妈耶耶耶！我天哪！我天哪！他在说打 call 哦。对啊，他就说阿妈，我是要在那墓前面打 call 吗？我天哪，超恐怖的！打 call， 阿妈，我来看你了耶！然后说我单推我阿妈啦。哎、欸，你最近有看哪个觉得还不错的？嗯，
他虽然年纪有点大了，哇，年纪有点大，哎呀，他跟阿妈还要出配信呢，我的天哪！伤口什么？是原来在地府也红这个，是不是？叮叮叮！果然，那边是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果然就是。对对。嗯。好了，先盖盖看好了，这东西盖丑再拆掉。你要盖什么？你要盖年兽啊？我要盖年兽。好难哦，不知道怎么盖。你家是这个小狗狗哎，这小狗狗好可爱啊！可爱哦，狗狗。杰克先等等。你要干嘛？是的，怎么了？看眼睛啊，鼻子啊，这是鼻子没错啊。那啊，我上面把那白白的是眼睛啊，好可爱啊！哇，云月，我都一直不小心挖到你家，那是要挖我家？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没有，怎么敢？入侵人家家，是不是想打架？打，我怎么打得赢你啊？我怎么打得赢你啊？怎么打不赢？什么打得赢？人家学长呢？你知道刚我的聊天室，你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吗？啊，芝麻街，芝麻街。我以为你要说是章鱼哥的那个鼻子，我觉得是有像啦，有人芝麻街，芝麻街，芝麻街，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欸。好，我想看，我来了，你们知道哪有像哎？回家一趟。有狗子耶，笑死！然后这是他的牙齿，真小哦，太可爱了，对，很怪，怪，我觉得嘴巴可能要大一点。粉红色是什么东西？鼻子，就是他的鼻子。好善哦，笑死。请问那位跳跳看选选看的，我在跟你借荧光石。哦，我好像没有什么荧光石。哦，荧光石应该大家都不多吧？对啊，荧光石要自己去地狱挖啦。好哦，那我去挖挖。哦，小鸡旁边一点。我们有没有丝绸的东西可以借我挖挖？我没有丝绸。丝绸，你那个我搞纸箱子看一下有没有可以用的啊？啊，对吼，高利贷哦。然后拿鞋子去挖，搞幸运哦！有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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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要怎么拦？我会拦，我把你拦得漂漂的。我觉得他嘴巴一张大就像芝麻街哭啊！没有，这个真是芝麻街，真的是。蛮芝麻街，真是蛮芝麻街的。我觉得应该要让他鼻子或什么东西不要看起来这么强。没事啦，这建材先借我放一下哈。像蓝，其实蓝色还有织布机。对，加油啊！我这边有，这边有。这也太麻烦了吧？什么时候？这什么时候工作？那个村民改版的时候的事。呀哦。哎、欸，几百年没用过这个词，真的，从它更新到现在从来没用过。真的，哎、欸，那芝麻街的牙齿会卡到人啊！好啦，还是你要用白色旗帜？白色旗帜好了啦，可是它白色旗帜会爆，爆牙，爆牙，长牙超长哎、欸！小雨怎么揪干呢？小雨很倔强，他想到结果，小雨很糗。不要笑，不要笑！你是在学统神的那个吗？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笑，哎，剪到你黑色羊毛，这样你笑不笑？你来看，你来看，
你帮点个字好了啦，点个字。他是贴，他是贴海苔啊。啊，好想看哦！我想知道。不要，他蛀牙了啦。你没有，你要点，你要点字。你们家的缝就很大哦。中国的年兽都有字。你怎么不用那个啊？那个那个什么？那个石英阶梯，比较像牙齿啊。四颗，好啊，可以。哦，你这样也比较不会卡啊。还是会卡、啊、你如果缺石英的话，这边墙壁有石英阶梯吗？你挖一下就好。挖下楼梯吗？对啊，你不然你可以直接把那个就是挖方块，然后再自己做。挖方块、嗯？对啊，它不是有些地方是石英？我没办法抬个头看一下，请问是看什么东西？有人在盯着你们，知道吗？屋主在是不是哦？不要乱了，不要乱了，踢勒看。人咧坐，天咧看，真的是天咧看，天咧看了。老师好，哇，好多、哦。我想说，这边在天降石英是不是？还是你啊？天降石油在挖了是不是？哦，那是我啦，我在挖。哦，你挖的、啊，对对对。我是下去，然后什么东西都没了。哎、欸，我的荧光石，我没有捡啊，我没有捡啊。我知道。你不要这样子伤害同界的好吗？我们没有哦，我要是捡了，我就不会跟你讲了。哦，好像有点道理，你人真好。就跳哎你，欺狼夹货，厚道。你很不厚道。我有厚道哦。我知道哦。什么对话啊？什么对话我听不懂哦。我还会学你笑哦。哎、欸，这样子吗？哎、欸，说实在，我在笑的时候没啥意思。嗯，没啥意思。你笑的时候就失去意思了吗？每次一笑，哎、欸，把我醒醒。嗯，没事了，没事了。这也太恐怖了吧？我也觉得很恐怖哎、欸，好恐怖哦。哎呦！怕抖路，怕抖路。现在在那边装饰，然后我就是我突然想到以前呢、啊、过年的时候，欸、我哥也看到我跟我说：“哎、欸，妹妹，我给你红包好不好？”我就说：“真的吗？”他说：“对啊，你到时候来找我拿哦。”然后新年那天，我很开心去敲门，跟他说：“哎，新年快乐，红包。”他就跟我说：“哎，我说给你红包吗？”被糊弄了，被糊弄，然后你就开始在糊弄大家。你知道我那时候超生气耶！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就先懵逼，我就啊，哎，他们要给我红包吗？那是谁要给我红包？不是他吗？然后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对我笑，然后就跟他笑，然后就对我笑，然后就叫他儿子过来，叫他儿子跟我说新年快乐，然后又把他女儿过来叫过来，叫他跟我说新年快乐，他们俩跟我说完新年快乐，他们就关我门。啊、你真是被糊弄了，我的天哪、啊，然后我永远记得，然后最气的是当天晚上他还叫我不要踩他家前面的那个什么宝丽龙还是什么的，哦，什么宝丽龙。我跟你讲，我不会用踩的，我会用车子碾过去。啊、哇，你很凶哎、欸！我就在上面跳跳跳，直接踩爆。哎、欸，这种小时候也很屁啊！我就说好，不会踩。他关门以后，生气，直接踩爆。也没有打光碟喽。有，现在打光碟。哇，这剑肋骨飞出。它那个好像是地毯嘛，就是有点像是地毯的，可是是做的有点像宝丽龙那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那个东西、欸，老实说。我踩上就会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呢、欸。嘎吱嘎吱，那有点像烧报纸那种感觉、啊。嘎吱、欸。对对对，所以我才想，我在想啊，可能就是因为它嘎吱嘎吱，所以它每次都知道我踩它地毯。那你把踩爆啊，它就不会嘎吱。对啊。记耶，这个红包之恨你们会记得的。我跟你讲，你说到红包之恨，我也有一个哎、欸、经验、啊，我真的是心理阴，也、欸、不是心理阴影啊，就是
会觉得有点，到现在想还是觉得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也比较小的时候啊，就是亲戚都会流行说啊，你要拿红包是不是你要讲个喜气的话、啊？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那个那大吉大利，然后他就说这个太老套了，要去想新的。然后说哦好吧，然后呢我再去想，我就想哦那时候好像是鼠年吧，我说鼠年行大运，他说这个不行，这个刚刚妹妹讲过了，你再去想一个。我说哦好，然后呢我又再去想了一下，又回来跟他讲说我好像又讲了什么第三次，但我忘记第三次讲什么了。还有说这个你就没有冲一点吗？不行，再去想想再去想。他不想给你吗？哦麻烦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气说啊，为什么我妹讲一下就可以，我就要想那么久。然后我就超生气了，然后最后呢，我就是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面，然后就是不出来，就有点生气这样。然后之后呢，就是那个亲戚看到好像乖乖说好了，来过，然后就给你这样。真的超傻、欸，你被旋转哎、欸，你亲戚是不是酱油啊？超旋转，你亲戚是酱油啊？好吧，如果是的话，就会说你太怂了，不配拥有这个红包，你需要先去修炼一下，然后再来赢这个红包。我自己是比较生气，就每次然后、来帮你存钱喽，帮你存钱，然后最后就没有了，没了。可是你知道现在想一想之后就是。因为大家大人也都讲好，你要包出去，总是也要收回来。没有啊，差不多包出去就是收回来。有时候你家小孩比较少，还亏耶。对，是啊，所以我现在可以了解。可是呢，好难过，被糊弄。啊！可是我从小就知道，就是那个红包就是缴学费用的。你知道我到国中的时候都还对那个红包还有一丝的那个希望，然后说：“哦，你国中毕业那个钱就给你啊、哦，真的吗？”然后醒醒吗？没有，就之后就醒醒了，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看我的银，我的邮局都是零。哎、欸，可是我反而长大之后才有拿到红包、欸，有一个啊。长大，就是不是因为我的表哥表姐都长大了啊，就是因为我表哥表姐跟我差很多，所以差十几岁，所以他们已经结婚了，所以我可以领他们的红包，超爽。领到，可是这两年就不爽了，因为他们已经生小孩，我要包红包给他们，回了，还回去了，哇，这是要还的、啊，对啊，真的是出来混一定要还的哎、欸。而且你是加倍奉还，对呀、啊，哎、欸，他们都各生两个、欸，哎，我的天哪，哇，好赚啊！给你一包，他是你是要包，对啊，我拿他们一包，我要包两包回去、欸。我跟你说，搞不好你今年，搞不好你今年那个快过年了嘛，回去就发现，啊，怎么又再多各多一个？没有，哎、欸，这是怎样？是什么赚红包机器吗？生小孩为了拿红包啊，太惨了吧！我还帮我整理一些了。家里什么时候要你就是从收红包改成发红包的状态？有经济能力，我自有赚钱就对，我觉得他真的这个没有，那是每个家传统不太一样，每家就是结婚之前都可以领超爽的。哦，我的话是那个啦，就是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包，然后但是他们也会包给我，这样就是等于有点像是就是互包、嗯，对，就这样而已，包谁交包谁交。啊、自己是自己有经济能力就自己包了，我就没有再收了。啊，唯一还会再发给你的就是那个外婆外公他们，就再更长一辈，他们才会再说啊，你还是小，对他们来说你还是小孩子，才会再包，还是会给包给你200，包给你年，宝宝，你还是小朋友了。我说包给200，我说包给你2，你都不好说，你要讲话，你好好讲话，不是你讲话，你不要讲那么含糊的吗？我讲200啊，有吗？我讲200啊，不是啦，有的时候我把石头放到灰色羊毛里面，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伪装之术，我去看一下假装哦。装的不错，真的哎、欸，那是叛徒羊毛哇，放得太顺手了，太开心了吧？这羊毛吃水泥长大的、欸，哎、欸，可是不得不说，真的，我觉得现在啊，长比较大之后啊，真的是，除非你们家里是那种大家庭，不然感觉过年其实跟。一般没两样啊，老实说。对啊，对啊。
我是现在真的是多数比较少，回去跟我阿姨他们一家一起过。嗯，然后就会超多人。你知道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们会固定就是母亲节会两家一起吃饭这样。然后自从我表哥表姐结婚生完小孩之后，我们现在去板桌要就是直接吃两桌的那种，超多人，太多人哦。可是都是小孩子那些不是吗？没有，就是大人加小孩啊。对啊，就小孩一桌，大人一桌啊。嗯，像我之前跟吃寿我阿妈寿宴的时候，就小孩子一桌，跟我并桌的时候说。靠哭了就是我们就是这些大人的要负责很多小孩子要吃剩的东西要顾小孩什么只能吃饱啊我吃到一半给我跑掉啊跑去看电视什么有的没的啊、哦、小孩基本上那个都很难对啊我想说哦我长大了我不会看电视了可是我还是会看电视哎、欸啊、可是过年就没在干嘛，不是就是在那边看电视吗？聊天。哎、欸，现在多一个选择哦，可以玩手机游戏。你们是中毒了好吗？现在多一个选择，没有以前真的就没有智慧手机，倒是这样的。以前都是就打牌啊，干嘛的？好像捡红点，然后大老二可以玩很久这样。对啊。哇，还不是每过年都会打麻将吗？没有，我跟你讲，打麻将是我出来跟你们大家学才比较会的，不然我家里都没在玩，你知道吗？嗯、我家过年也不打麻将。对啊，嗯，真的家超打爆哎、欸，超打爆，那种就感觉就很有过年气氛的感觉，我觉得很有过年气氛，对啊，啊，其实差不多可以啊，顺便公布一下问卷调查，因为我刚刚本来要切进来，但是我忘了开麦。哎呀！怎么都乱切进来？对，我刚切错时机点。哦，啊，就是来公布一下啦。这次的题目就是猜猜大家过年谁收的红包最多？哎、欸，嗯，那我们就从第三名来开始公布啦。第三名就是哈吉。哦，哎，先问一下，你家有多少亲戚呀、啊？亲戚吗？你这是身家调查吗？没有啦，这是因为其中先讲说，就是我家亲戚其实不少，但是我拿到红包其实很少啊。啊啊啊！那你还第三名？没有，就是大家猜的，是大家猜的，是大家猜的啦。对对对对，对，因为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觉得你有很多亲戚。哦。我妈那边的亲戚有、哦、总共七胞胎，我那个外婆生七个，生七胞胎啦，生七个，我有七胞胎，太厉害，够高生呢，生七个嘞、嗯，然后我爸这边好像生四个还五个，所以其实不少、嘿，啊哈，对，然后可是我收到的红包都是我爸会回收，因为我妈的是说就是我妈妈会先包红包给出去给别人的小孩，然后别人的妈妈再包给我，所以这红包照理来说还要回收给我爸妈。对啊，嗯，确实这种理由。对啊，对对，好难过，小时候听到这种理由。然后我自己收过最高的红包数2200，数，你就单包吗？单包、哦，加起来，哦，加起来，哦，真的是1000块跟600块，还有600块。哦哦，然后。选哈记得还有大概还有三个人是这个理由，不是说红包收很多，是因为感觉你打麻将赢很多。我觉得打麻将收很多、欸，这是被动收入了吧？我跟你说，我被打麻将每一年打回去打，基本上我只有两三年会赢，然后基本上都是输的。他都被骗的，很可怜。打了十年吧，我都真的是哇，是不行。被骗的。哎、欸，没有没有，他就跟你讲，你今年你要来去看一下，搞不好你今年会赢，因为呢，我们之前几次玩你的运气都没有很好，搞不好你这次回去运气就很好了。真的，你已经把不好的运气洗在我们的牌桌上了。好、啊，那接下来就来公布我们的第二名。第二名收红包的，大家猜的是团团。团团，我觉得团团应该有一个部分也是家里吧。哦，但是、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但是选团团的理由都很难说，很难说，很难说。选团团有人直接打说是练财教主，练财教主是什么理由？跟红包有什么关系？等一下。
啊，你回去是偷拐抢骗的，是不是？你嘞，才叫主。那回去说啊，不要共鸣啊！你有听过什么叉叉力吗？然后还有两个人的理由是台北小孩，台北小孩，台北哇，刻板印象，台北小孩，哇塞，台北小孩，我有点知道是谁了。哦，好啦，那我这边讲一下啊，我跟你们说，其实大错特错。我跟你讲，那个我们家里的亲戚啊，我爸爸那边，我爸爸那边的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有联络的，所以呢，基本上过年都不会，就是我爸那边的基本上就是都没有。然后我妈这边的话呢，我妈家里是家，总共是四姐妹，就是外婆生了四个，然后我妈妈是最小的。然后呢，这四个里面呢，已经跟有一个啦，就二姐已经是决裂，所以也不会联络。然后呢，大姐跟三姐的话，大姐没小孩嘛，然后也没有工作，也比较没在工作，所以她基本上也不太会给我。对，然后三姐的话，常常都是像风一样的女人，就是会来无影去无踪，所以过年也很难看到她。所以基本上我们家里平常过年就是我爸跟我妈跟我两个妹妹加表姐，顶多加外婆，就这样。我就走这些而已。对，所以其实我的红包应该是最少的。然后，我之前这样子全部算过来，最多啦，最多的只有到应该顶多一万多块两万吧，就总和总额总哦总额哦，对，全部的总额，对对对，这样其实也蛮多的呢。没有，可是我听到我都更多呀。哦，你对对，接触环境不一样，接触环境不一样啦，接触环境不一样。因为你不要出来，拜托。思雨叫出来，雪莉是，思雨是要爆料。你刚刚说不止，他说怎么再问，怎么再换一个方式问我看看，然后问什么啦？问你是拿的红包啊？对啊。那个时候我家里的红包基本上都是缴房贷了吧，我没记错的话，对，所以其实也都没什么留，就这样。好，等我一下，我遇到难题。你遇到难题？遇到什么难题？没有，因为我的剑谱我刚不知道丢到哪里去，然后我不知道你怎么跟我一样啊？有一个，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我打了一下猪人。你是不是以为做了多少年的剑符盒？还我！对，来哟。那他问猪人，他的剑符盒跑去哪了？好，我先处理完问卷调查，我再来去找我的剑符盒。啊，那我们第一名，大家猜红包收最多的呢，就是杰克啦。是因为年纪太小吗？收的红包最多吗？应该是年纪有差。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觉得，因为你年纪最小。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我自己吗？像我小时候可能还很多，但是后来就跟团团差不多状况，就是慢慢就决裂，或者是完全没联络的这种。后来就顶多就是收姐姐而已。我现在顶多收姐姐的红包而已。可是，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互包，大概是就是假如我包一些，他包一些，就是又互相的抵消了这样。对，因为现在自己也有稍微赚一些，所以也没有再收爸妈的红包了，也都是包出去比较多。以前的话，可能如果说总额的话，里面最大包应该就是3600那一种。那就是那个老一辈。老一辈给的，长辈给的，只有长辈的会破千而已。然后就是收到3600的，然后总额的话，可能也有，就小时候顶多有那种一万多的，好多哦，蛮多。那现在也很少啦，现在真的是都是发出去比较多，收的比较少。果然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难念的经呐、啊，真的。啊，以上就是这次的问卷调查啦、啊，祝大家就是过年红包收满满啦。那如果要包发太多就好了，不要亏太多就行。对，不要亏太多。讲不讲？好，我要去寻找我的戒符盒，我丢到哪里去了？
你如果没有把它挖起来，都就还好。不是重点是我把它挖起来，然后我没有洗。哇，那你就跟我刚刚一样。完了，而且我刚刚在解那个原矿的任务，我里面有四组的原矿。哦，已经时间过了，完了，完了，黄金五分钟没了。你们这样子分享下来，这样我算家里算是给的蛮多的了耶。好、啊。哦，最多是你是不是？哦、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在中间值吧，中间偏高。中产阶级吗？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因为以前就是爸妈可能就是600啊这样子包，然后大概到高中之后，然后就会我爸跟我妈，我爸包给我5000，我妈包给我3000。哇，好大哦！对，所以我现在想想，其实。这样子很幸福，比较多。你是幸福的孩子。有一次好像是高二还高三吧，拿大概20000。嚯、哦！可是呢、哦，我现在又要包回去了。我大概我就只有我就是大概就是只有高中那3年拿比较多。你好，然后你好幸福哦。这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有工作了，就开始要包回去了。然后我包的话是那种阿公阿嬤外婆外公，因为他们都还活着。你这个讲法很不一样。你是不是很希望他们？我很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生活。红包收满满嘛，对不对？对，他们红包收满满。然后还有就是亲戚啊、阿姨啊，像我妈那边就4个，我爸那边3个，然后他们的小孩多2个，所以那都要包。哇，很多呢、哦！就想想，也算是又还回去了吧。可是，啊，可是你知道，我有时候就是包给人家小孩，他没包给我，就是给我怎么了？给我问题？对，因为你知道他们，因为有一个他年纪比我大，然后他也是有在工作。然后我就是会自主包，你知道，就是知道自己是自主，可是你知道又看到人家这样，哦，谢谢啊，啊就啊没了，没了啊，这样啊，你说要拿什么？没有啊，哦，你要拿卫生纸，好，我拿给你。哈哈哈哈哈，哎，跟叔叔说新年快乐哦，还叫我叔叔，我还气炸，哈哈哈哈哈，叔叔。气炸！以后大哥给我几块叔叔。好久没出现精英怪了、哦，我的天啊！可是后来没有出现坐标呢，没有出现坐标、啊，就是怪怪的。哇，第一次看到河豚群呢，请你们自己寻找河豚群，一群河豚，何为？2、4、6、7只河豚在一起有用哎，哦，多七只。他们回游啦，现在这个季节他们要回游，回个头、啊，他们回游季是吗？对，哇，有人有多的红色旗帜吗？你去我家拆啊，啊拆有啦、嗯，那我要给你多少钻那个？一钻吃到饱，假爸爸，还是要一钻钻也可以啊，我这个人很随意哦、OK 的，随意的。嗯啊、哦！这里怎么变这样？哎呀，这里怎么变这样？你那边怎么了 ？Boss， 哇！这里突然被奇怪的、啊，我忘记接任务了。哦，有了，出现了。哦，原来之前没开啊，我关掉忘记开了。我有就上个礼拜也没有，上个礼拜我们都在玩其他活动。对啊，哦、对，上礼拜、嗯、哦，关掉89。他那个 boss 怎么在这么高啊？110。哎、欸，对耶，你们平常过年会去好玩玩刮刮乐吗？哦，会，会一定要玩，对，会玩一下。不会耶，不会，我家也不会。这是被动收入，我跟你讲，就是、稍微刮一下，我没有这个欲，就可能刮个几张这样。哦，哎、欸，我刮爆哎、欸！刮爆！你有一个发财梦？对，我有一个发财梦，我记得最高一张刮3000，然后我买了6张，加起来8000。哦，你是富爸爸哦？
哇没有，我是买那种是必中的啊，你知道吗？哦，什么2000块那种是不是？我跟你讲，最扯的呢，不是我刮刮乐刮中，最扯的是杰哥跟团团，好不好？我推荐他们云端发票之后呢，哦，我中奖了，发票是发票，还在气还在气，我真的是不知道，团团这个我大概每个月都固定中个2张吧，然后杰哥就那种一中就中4000，哎，真的是，好扯哦，4000真的很不得了哎，你知道我真的超级无敌傻眼了，我觉得我推荐你用，然后我从来用了一年之后中一张200，我还那张发票也搞丢，我不能去。这好难过，我听着听得出来你这难过，真难过哎。所以我跟你说，杰克，我推给他的那一个月，他的下一个月刚好开奖，他就中4000，哎，4000哎，那个我收到那个什么财哎财政吗？还是哪一个？对，财政。中奖通知，对，中奖通知，哎、欸，我说，哎、欸，这是诈骗啊！我说，对啊，这诈骗啊！我帮你去看看，我帮你去看，我帮你看看，这个你不要被骗，危险，危险，对啊，你被骗了，你看吧，被骗了啦，被骗了，诈骗了，我真的是超级被骗到跳楼了，我超级难过的，我觉得我们的友谊怎么这么的薄弱，但是你这样认为哦。我们可是很感谢的哦。对啊，我也想中一下嘛。有点慢的，我发现我至今还没刮中奖过哎。没有，你就买那个啊，100%中奖。哎、欸、我们都很喜欢买那种1000块的。真的，我那时候第一次被介绍完，他叫我买100，然后100中200，他说那你再买2张，我就买2张，然后我就完全没有中了。那你再买1张就好，100的很好中，然后我就亏了100块。刮刮乐不就是要这样吗？对啊，对啊，这100中了，中了再拿去再买、啊，然后再花掉。那最后通通捐出去了，这种在亏钱，我还亏了100块，有做爱心啊。原来不是被动收入，是被动捐钱啊！被动捐钱，上次那个老板娘还对我，哼屁呀！这个运气还想来玩啦？哎，他真的哼一下哎、欸，我当时看着他，他只有箱子吗？他就这好像不用箱子，等我一下。你们不会打完 boss 了吧？打完了啊。打 boss 不揪，就跟中奖不揪一样的道理。中奖怎么揪啊？好难过哦！我不要推荐以后会中奖东西给你，我都成为分母，永远不会。哎、欸，不对啊！哎、欸，你要另一方面想，你看哦，你就算不推荐给我们好了，你也没有中啊。你好坏啊！好过分哦！你要另一个方面想嘛，所以其实不是这个的真姐姐。你现在已经戳到他的痛点了，他已经快痛死了，他已经要痛到不想讲话了，我眼泪在流了。我被这样子讲，我好难过。不是，没有，没有，你仔细去想一下有没有道理，所以你还是以后可以分享给大家。对，道理。好，大家记得要多多用云端载具发票。你有没有收工商费啊？没有啦，工商我已经先说，哎、欸，那团团跟杰克比较缺啊，先找他们先。笑死！他们中奖中那么多口，快气死！他们比较适合当啊。还不需要说请工程师调机率有没有？对，不用请工程师调机。哦，我奇怪了，我也没玩什么抽卡游戏啊。就是因为你没玩啊，你就没有电所谓啊。运气是需要培养的，是需要养 啊你连养都没养，当然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要想啊，团团他们是帮人家垫水位啊，啊你在其他地方垫一垫了，对啊，啊你在帮他们垫水位而已啊，互补嘛。而且我跟你说，Bobo，你想抽卡抽多哦，真的搞不好运气有稍微会变好也说不定哦。你知道我自从开代抽之后啊，我发现我最近都抽自己都抽还不错。哇，好过分哦！后面垫水，我只是帮自己先垫好、欸、然后再开抽。别、欸、这样说，我给他们抽中的那个趴数，我进最近这样算的。哦，突袭来了！突袭哦！是谁身上有打架了？是谁身上有？我没有。万博，他既没事，因为刚刚的 boss 是骷髅。
我一回家就看到他，吓死！你在哪？没有看到。对啊，没有，我刚刚还是要反驳一下。哎，我虽然开赖抽这样喝到啦，我总共都帮他们抽到得到的几率是80%，哎，很高了，好吗？哦，好高，哎，都是帮别人抽比较好，哎，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就是帮别人抽很好啊，自己没有。团团的，你在代抽十五，你才没有帮别人抽比较好。你是不是这几次，这几次都不吃抽了，直接抽爆了。对，没错，就直接抽爆了，好吗？哎呦，没事，是突然被人家抓包，你是觉得很心虚？哦，我今天抽阴阳师抽到快踢笑了。小雨，那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战果？我就是想说，杰克说哇，50抽就必有人，我们那来抽抽看好了。那敢抽200抽，什么没有？可是小雨，你之前都抽很快啊。对啊，小雨之前20抽。谢咯，我来第七只龙叶叉鸡喽。哎，你要想七仙女嘛，七仙女。那我快可以开两桌了，再一哦，真的快了，快了。哎呦，少一个哎。欸、我觉得游戏很智能啊，他知道你只是抽抽奖而已，就不玩了，他就给你抽超好的。就是你会放不下这款游戏。对啊，欸、我那时候玩阴阳师，我想说回来抽个卡就要删了，结果我10张三张 SSR， 然后我就哇好爽哦，我就删了。他知道你要删了，你要删。哇，好爽哦，删了。我没有，还是没有玩。抽不到那一只。有了，下一波来了，下一波了，做烟火，在墓园前面做烟火，来，团团，你要做怎样的烟火？你是要有颜色的，只要一般的而已。我看你们在当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哎，后面怎么有一只穿装备的僵尸啊？锤子在哪里？在哪？哎，团团，下一波，下一波。没有，自己做，自己来，自己来。下一波了，下一波了。火药了，是不是？哎，步步前进。阿旺，你是不是也打了队长？哦，是队长。这是你是不是？哦，你说棋子哦？我知道，我刚看左右，这什么东西直接走完全。哦。看来应该有第二次的突袭了。我巧，有两次啊。两次叠在一起是不是？我不知道哎，因为。队长不是只有就是，没有突袭才会出现吗？不知道、欸。哦，所以那个不能打。可以打啦，只是就是等一下我们可能这一波这个突袭完之后结束之后，还有下一波可以玩这样子。哦。嗯，听到声音好远哦，在哪里？这边是不是、啊？后门。烟东边哦，整根火药吗？啊、哦，对耶。看到了，我要只跟我用啊！你啊白痴，我刚刚只给他放四个，拉八个，把包起来是不是？对啦，白痴！哎，去拿点烟火好了，不然就很难找啊，找不到。帕多鲁，帕多鲁，嘿，突袭！我在护城河游一下看看，少一次，哎、欸，打完了，现在在那个、啊哦、跑第三波，嗯。啵啵啵！缩在里面呢、啊，这次听起来。Story， 没看到啊！阿基家，阿基家，居然就在你家。很多嘞，想说这是我看到哦，有女巫哎、欸，真的，女巫她好像都只会丢补血的、哎。没有，还有加速跟那个，哦、没有那么佛心。还又在你家里面呢。有在他家里面吗？哎、欸、有哎、欸，女巫跑进去你家做客了。啊我又哇，我怎么又砍了突袭队长？又跟我上去？怎么又有？阿斯坏掉了。我们可以无限循环了，是不是？我现在随便砍一只突袭队长，我说哈。这你真的有那个、啊、不想吗？你有不想知道吗？我没有不想，有七只啊。大概就吃那一队的队长、哦、掉下来了，哎、欸，又死了，他死了，他又死掉了。通知时，快一下就死掉了，我的天啊！我要在这边截一下图。哎，你快点吸到了！哎，这上面一堆啊！啊，我砍到狗哈基的狗吗？啊，哈基的狗不要咬我啊！哈基的狗，那我砍到屋顶上，屋顶上，上了，他们卡在屋顶上。屋顶上是绿的，屋顶上，我是吃到狗狗乖。
我的，我没有捡到。哎、啊，还有一只吗？养蜂场里面。哦，跑进去了。哎、欸，这个是队长啊，这个是队长啊。那个啦。啊，我砍了。所以这道也是可以揍他。不是，你要砍到蜜蜂。哎、欸，可以。哎、欸，真的会有队长哎、欸。对啊，我刚刚也是砍队长。可是打下去如果没有那个不祥之兆就没事，就没事啊。哦，他们说队长是每一波都有了。哦，还是拿到旗帜啊？嗯，就背着旗帜的那一个。我看到一只铁巨人掉下来在人身上。嗯、哪里啊？嘣！铁巨人在燃烧啊！墓园。墓园哦，好远、哦。是墓园。背一下就好了，你问杰克对不对？刚刚杰克下面包围耶，这边有一只，还有一只，剩一只，打屁，在哪里？他打你屁股没错啦，打你屁股 ，OK， 会不会在河道里面啊？河道，放屁在底下 ，OK， 哦 ，Sorry。你是打到人了，射到杰克，在哪里啊？哎、欸，被射了一下，谁射我？我来看看下不在杰克家，刚刚杰克家被包围耶。没有啦，那个已经是上一波的了，那个是上一波结束了。你是不是？欸、那怎么还那么多只在他家，在他的龙头里面？哈哈哈、哦！我找到了，龙头里面，我杀掉了。他卡在河道上面，他卡在河道。所以我们在打两波，欸、太暗了吧？我们困难有七波，欸、这龙兽好可爱哦、喔！嗯，敲钟可以定位哦、喔。哦，真假的？真假的？我要敲啊！敲看看那个，我门口不有一个？大哥不要，大哥不要，大哥不要！耶、yeah ！教室这边超多。哇哦！哇！大家都是往上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哇，他们两个哦有哎、欸，还有这种做法哦。哦，敲钟可以定位哦。哇、欸！你不要站在猫咪旁边。哦，你砍了猫咪一下，我看到了。哦，有砍猫咪。绿绿的烟。刚猫咪跳了一下。我是被人砍到了。他很开心。哎、欸，有一个跑进去 7-11 了啦，白痴，你干嘛？他口渴了。他还想要砍、那個、买饮料。哎、欸，这个是买东西了。赶快去楼上买哦、喔，哎、欸。欸而且这个有一点点数、欸，这一只应该是被他砍死了、嗯，我觉得。对啊，哪一只？因为他刚刚一直在这边徘徊、欸。那个无哎、欸、什么修补还是啥？不是，那一只是什么？修补不是。轻盈，想起来。轻盈村的村民。哇 ，QQ。明明可以用斧头，可是我这也可以用斧头。哇！了不起的毛毛，我需要那些酷的东西。哦、想要解掉那个、哦啊、那个贯穿弩，直接杀掉两只叶妹。现在很多张，你可以这样看。现在很多啊，好难解哦，超难解的。你可以把它关起来吧。姐姐对啊。啊，你有没有、那個？你要它飞到下面一点，然后让它飞到飞不上去的地方。你有秘密牌。推荐圣诞树。跟你借红石。推荐圣诞树。哦。就把他们卡住啊，因为他们会一直想要往上，可是上不去。啊！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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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红石哪边有羊可以捡呢？我家你可以花一钻去那个。对啊，一钻去吃大宝。一钻去夹爸爸。我现在身上是一颗都没有啦，全部拿去塞红包了。那个同辈的，我敬你。同辈，同届吧。那没关系啦，我敬你一颗，你在哪？我在。你到色半旗面前。来。又。那我怎么用？你先跟那个、啊、那个讲。你去放我家那个养牛前面，牛啊，牛牛旁边。反正我跟你领养一只牛牛过来。领养一只牛牛？领养什么牛牛？还要牛？他要养一只啊？我要养。哦哦啊啊！这牛很贵的呢。啊，不是这里，是这里。对。走。我这到现在还是个路痴啊。这两颗。这里。啊，这后面。
很近你后面。我小时候再不来弄家的话，我等下就要开天窗了。你要十分钟，你要十分钟，要十分钟。我先用个红色盖个屋顶好了。来来来，这里这里，这里放一块钱就可以吃到饱。啊，那我羊毛要去哪里拿？哦，来来来，后面。这边好多哦。什么东西很多？你说叶妹啊？叶妹啊？还有，先还这边自己啊啊！对不起，哦，感谢。强力打到人，是宣战了吗？一支穿云箭，没有啊，一支穿云箭，千里来相见，这起你我之间的战争号角，走动，哎，双击啊！我都没有，今天都没打到啊！换我，换我，换了，换了，换了。这是宣战的意思吗？换我了是吗？我今天打到那个耶，那叫什么的？什么？这一次贯穿死掉是不是？好多妹妹哦，好爽哦！哦，又掉了又掉了，时间的时间的，终于啊！现在随便打一个三。哎，我今天先打，哎，他有掉那个球球你的，我的啊，他有个 ball， 剩一只，哎呀，我记得是不是可以做个夜魅塔之类的？可以啊，有，可是那你要挂着让他进来啊，对，也不是挂着啊，就是都一堆来，一堆冲过来的时候，就是走进去里面的、啊，哦。就我差不多该那个啊，最后一波吧。哦，等等，我来陪你打。这个感觉盖那个就解完任务就没效益了。可以打皮膜啊，直接打光碟啊。哦，打光碟。那通常那个都是会，哦、他自己剪得很顺呢、欸，他自己剪得很快、欸，剪得很顺呢、欸。哎、欸，什么就讲什么话，什么也不也不看一下那个最后是谁射死的呢、欸？球球，这是宣战的号角。看来我之间的号战争号角响起了。我剪到什么吗？噔噔没关系 ，BCR 都有带到。你们之前那个没事啊，你们够勇残残不是？啊！波波你在哪里、啊？哇，你力量多少啊？啊，你加多少？24倍。哇！你也是挑战极限哦。他想说不要被魔到就好。因为我时间压很低啊，所以我不能太后面。哦。嗯。可是可以啊，就是。真的要稍微拉一下距离，嗯，极限。那我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不要走。你刚那几颗？快两150多还160？哦，感觉好像其他搭配可以更好。嗯，因为我自己打是144颗，然后是时间3，然后血量3，攻击3。嗯。我们的装潢时间增加8分钟啊，8分钟好快哦！我很努力，我很努力，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装什么，我根本没什么装，我也没装，我也是，我有装灯，盖完之后很像素食店，素食店是那个肯基吗？还蛮像的，因为刚好你是白色的。我帮你有没有人想要那个的，想要打麻将的，捐一颗头颅，切4颗。好，我盖一个麻将桌。你是缺4颗，缺4颗头颅啦，然后头颅一人一颗，对，我要头颅，我要你们的头颅。想说什么切四颗，想说你要切什么？然后可以带上一个你们不想要的装备过来，谢谢。好，不错，不像你，因为他会裸体呀、啊，只有头很奇怪。哦哦，很累没穿的，还好啦。来哟来哟，不行哦，包包好乱。没事，我已经乱到了。剩下的时间，我再盖出一个东西。想一下哦，我好了，我把色板搞好了。啊！
弄的球啊？哎呀！哇，酱油加你的屋顶是长莓果哎、欸！我是在想到上面全部都是那些什么春联，喜气洋洋。你看，那看起来都到莓果了，怎么办？而且你看我门前那个大莓果，呸，大春联，大莓果，大莓果，大春联，大美女。你这个是屋顶长青春痘吧？屋顶长青春痘也太恐怖了，好恶心哦！我好好帮你插蜡烛哦。他这个是我特别算过哎，有我看得出来你弄的有看出来，那鸟居好小哦，没办法，我们这只是小神社，你知道会被黏兽吃掉哦，对，你的黏兽盖好了，那我可以在黏兽嘴巴塞满 TNT 吗？哎呦，会爆炸！哎呦呀，哎，射出去是他自己家的哦。鞭炮啊，要爆竹！鞭炮。一般来说，照神话不是鞭炮是吓走年兽，你这个是直接年兽炸歪，炸年兽，炸年兽，直接把它炸爆。这感觉杰克的颜色都可以弄个活动，前面放那个九个板子，看谁踩到把它炸烂这样。哎，我家也会炸烂的、啊。我在干嘛？2021年快乐，上面那是什么、啊？烟火啊，烟火啊，还好，我还没说。不，你们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想开车是不是？我本来想说那好像是那个什么什么排放废气啊。他明明就没有烟囱，为什么有排放废气？你可以问他一波了，哈基。他是听我解释，真的，我觉得那是误会。欸哦，村民死这么多了、哦，你要借我头颅吗？我没有头了，制图了，制图师也死了、欸，蛋姐的没有哦，制图师要那个，对啊，他们可能是被脑鬼打的。嗯，麻将是现在是前四人，那这个桌也是挺烂的嘞，没人敢坐。没人要打麻将啊，可能那个风水不好吧。麻将色少人呢、啊。哎、欸，我去看我有没有头，我记得我之前有很多很多颗头。没有，我天才麻将少女，真永远正负零，绝对不输钱。我自己放头上去了，哎、啊，衣服你随便放吧。有衣服我有做了。哎、欸，你们麻将桌满了吗？减三，缺两、哦，根本就没人了。怎么那么久还减三？爆，很可怜呐、啊。好啦，来了啦，来了啦。减二，我在看我有没有投入啊。我不要穿那个啦，我要穿这个啦。好，我有带，我有带。哎、欸，我别人的头可以吗？强制打麻将。这样子我穿不一样，是我是庄家、啊，没事，你庄家，你连庄连拉连母庄，其他人都是负三千，好玩了，找一个地方放，你找一个地方放，我对面那个看不到脸啦、啊，有啦，来了，你无法从我的表情判断会出什么牌呢？我是他的学妹子陪打，妹子陪打，哎呦，现在都。陪玩嘛，我懂陪玩了、啊。那我对面的是调味料陪打，是不是？调味料，调味料。耶、yeah, ，谢谢你们的参与，我们的麻将社就是这四人。哇，我们还要站着打哦。那我们在旁边偷看。那放，等一下帮你放个椅子吗？哦。等一下，我去做一个那个，我去做一个那个盔甲甲。不是，你不能讲那个字。你讲的。我说那个，你讲。嘿嘿。到底是哪个？你为什么不能讲？他讲黑人。我怎么没有讲哦？没有吧？啊？没有吗？怎么都没听到啊？你耳朵怎么了？盔甲甲啊，不是吗？对啊，不说盔甲甲。我听错了。你听成什么？听成什么？你听成啥？喂，真的是危险、哦！我没有，我没有。嗯，啊，我还没打副本呢、欸，玩的算了，今天不打。你就都不要啊，就不要，不要放，就直接去打。啊！
OK 啦，走开啦，我是苦力怕啦。我们钓鱼钓到苦力怕，第二次。对，钓苦力。苦力怕超恐怖。到时候苦力怕超恐怖。超恐怖。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开玩笑？超恐怖。我没有觉得你在开玩笑，你只要这样觉得我这里，觉得你在开玩笑。哇哇，你这句好猛，好老口哦。然后重点是你一次没有打结、欸，没有。欸、我以前是参加朗读比赛的，你知道吗？哈？因为没人参加朗读。哈哈哈哈哈！所以被推出去了。但是朗读比赛减二减二这样子。不是，因为没人参加朗读比赛，所以我说啊，那我去啦、啊，然后就第一名，没什么啦。然后参与人数三四人、啊。太少了吧！等一下，真的没人想要去，没有人想参加，是不是？啊，真的假的？真的，我是去朗读，然后被抓去演讲，我快发疯。没有演讲比较难，演讲超难的。演讲要背稿，你知道为什么去参加朗读吗？因为朗读不用背稿，他可以看着念，对，你可以看着念就好了。没有练完朗读的，我的好处就是我现在看字超快。啊，可是。啊，所以我这样算是看字超快，是我是直接不看，是不是？你明明就是我靠，你就是跳过看一下第一行、第五行、第六，然后你是没在看，跟看很快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哦。但是我应该不算那个了吧？是两码子的事哦，码子的事了。你看，哎，你看又跳过了。啊、你是不是又在旋转人呢？没有，征求一名勇者，还没打副本的勇者。真的要测试什么？进去打个副本，帮我捡个东西。你怎么捡的？什么东西没捡？不是清东西吗？没有啊，没有清，地板没清。你是什么东西丢地上啊？蛮重要的东西。一把剑，为什么？我啊！哇，强力卷走，强力卷吗？哇，那个要收钱哦，收钱哦，机票收钱哦。这样给我多少钱？对，五钻，这样也还没打不是吗？哎，五钻好像不太够哎，好像。你还有三分钟考虑呢。你这张一张你卖小也是100钻不是吗？我要多个三，那等于是他卖给你耶，这不一样吧？等一下，没有，就是手续费嘛，超贵。好了，我去帮你捡。在哪里啊？啊，就那个啊，在哪里啊？好，绕一圈，绕完，然后看不到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口袋这个吗？这是我的啊。捡到了，难过。不要难过啦，绝对是挺你的，绝对是挺你的，挺到底，挺到底，肯定有挺到底的，挺到底。你不要突然把那个伤害加100，我就，对耶哦，加一点，加一点，直接在这调整吗？来，红包还没放的，记得放一放啦。有，好像大家都放了，都放了。好放完了，等一下，刚好在这个时候当完了。问号猫猫，赶快打哦，都没不烂。射起来！对，九个人，我要怎么分配呢？九个吗？不是，总共12个啊，十二个的话，一个发射器放不下。哇，那该怎么办呢？那你就是把它拆成 A B 组，啊，我先抽 A 或 B， 然后再过去是。对对啊，哎呦，好像可以哦。所以我们会有机会，我们有人包了红包是没有人抽到的喽。啊，对，哦，还没抽到的可能就会销毁哦。好，好，哇，我没有抽绿卷。哇，这销毁都销毁很高级的东西呢。对啊，那是不是还是包小一点比较好？我亏了。哇，那个卷子都是很高级的、欸。哇，我想抽到强绿卷。波波方好像有放一张强绿卷吧？对，波波跟阿旺也有吧？阿旺也有。太气！怎么？哎，怎么大家都包这么多啊？这样我突然有点心虚呢。我刚才是看到这么多决赛的。我跟你说，小雨，你看到这个我的这个戒佛里的钻石，就是我全部的财产了。哇！你包个红包倾家荡产，这样好像也不行吧？哎、欸，发！哎、欸，为了要凑8。哎、欸，我的强力卷如果被烧掉的话，哎、欸，还是可以，就算了，还可以竞标啊，竞标红包。
竞标可能只能出两个钻石，然后你们再喊我就啊，对不起，我不能了，投降，一元起标两钻，我多你一钻，然后说竞标不行了，竞标我不行了，好多、哦，你说直标就标走了。然后还更过分，那什么十的倍数，还十的倍数，你不能喊十颗，你是只喊十颗，加就是加十颗啊，起标是五十颗哦，掉上面时间的哦，这个好赞哦，防爆哦，来啊，直接开抽了啊，等一下就直接 A B 两个哈、哦，好哦，所以这叫怎么分啊？你下、哦，直接拆进去。还要复制起来。我不小心踩到那个下去了，我打也没打到下去了。我有一个掉了，你们捡，我捡不到，我也捡不到。哦，血量三。今天那个速度的好少，我打到一个速度三啊。哦哟，我是打到三。这什么？时间？我走一分上片。时间给我打三，哇！有一个球，耶、yeah! ！哪里啊？哎、欸，我的球！你的波超过十个再拉回来，这个任务是什么意思啊？看不太懂。你要用活塞推一个方块，推十个远，然后再用活塞粘性活塞一样把它拉回来。其实这个任务、哦、有粘性活塞啊。哦，嗯、对。所以就是要做一个联动推过去再推拉回来这样，就史莱姆砖就好，史莱姆砖对吧？对，哦，哦又升了，就史莱姆砖或是蜂蜜块，蜂蜜块，来洗个牌哈，蜂蜜块感觉比较不错。你说因为它是黄的吗？不是啊，比较多啦。哎、欸，哈记，你是用发射器跳跳直接放出来、欸，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是啊，放出来大家刚好可以一起看啊。对不起，谁在我？对不起，宣战哦。是后面的页面。你不是说天上吗？怎么刷屏的？不是啊，啊，我在这里射他，然后你刚好在头前面。哦，我捡到一个 S2， 我射斜的啊。下次可以用。S3那我直接放箱子了，你们要用可以用，因为我自己打的话应该是用不太到。你已经用别的的了，对，我绿绿的，他绿绿的，打打打，绿绿的，我来了，我准备好了，吸到了，吸到了。请问一下，有人塞了一个一般唱片在体力的箱子，那个是阿旺啊，假装自己，那个上次就有了。掉了，速度也有一个啊！我的拿走了，发烧了，两个都减能啊，两个都减能，三五，好的，校长准备好了，好了，我刚把小玉请出去了，小雨，什么小啊？你怎么又把小玉卷丢了？我没看到，我没拿到，我也没拿到，我没有，这上面，上面有。丢去哪里了？欸、酱油你，你这谁的钱包？我的。紧急，那个强力卷今天跟你没缘，你已经丢掉两个月了。真的？那紧急任务，校长的强力卷应该给我才对呀、啊。没有，他不属于任何人。对啊，他是自由的强力卷。在哪里啊？我把它加到那个伺服器给的那个。哦，哇！感谢校长大人，有特别好，有中强力哦，真是好人，补回来了，绿烟，我坏人，怎样？我就坏了，有、啊、好啦，那我们就准备抽红包咯。好，那我们就是这边有分红跟蓝两种的、嗯，然后抽下去之后，你再去抽第二个，就是这分两边这样子去抽。哦，好、啊，好，当然到时候这一边抽完的时候，就直接就是固定是另一边的啦。好，那我们就 tape 顺序好了。tape 顺序，宝宝，宝宝先。哎、欸，等一下，我按不到按钮，我红的，放回去，抽红的，哦，是哪一个？没东西。啊、欸欸！因为上面挡住了吧？因为你挡住了，你要让它放出来。哦，没有按钮。啊啊！就
全部在波波身上了，全部全部丢回去。出来！我放进去，我放进去，我放进去。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全部塞回去，全部塞回去。那你要放旁边，那你放旁边，侧边，侧边。啊，还有三个嘞！你刚刚吸到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只吸到一个。嗯嗯。啊，我按钮在我身上，按钮在我身上没有？是这个吗？还是这是我的？你可以拿出来看，你要打出来看一下，拿出来看一下。我们不看，你看。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哎，按钮嘞？我放上去了，放了，放了，这侧边。我们再一次啊！我再一次啊！重来一次。好。超。红色哈。对啊，红色。好，看一下，哦，好爽哦，系统的大奖，太神了，太神了，重抽，重抽，但是我觉得我很会，毕竟我是强力绝绝，抽蓝的，蓝的，抽。谁的？什么？小雨的。小雨的。小雨的。我有补啦，我多补四个砖。喝汤啊，喝汤啊，多喝一点。那个阿妈怕你饿，过年喝饱一点。都很心虚啊。白心。蓝的。蓝的。好好奇是什么？噔噔。我记得。哇，不错不错。各种石头一颗，各种石。哎，好了，换下一位。我下一位是哈记，哈记抽蓝色，蓝色的。哦，好像现在是我抽红色的。对，嗯，蓝心的，蓝心的，让我互抽哎，天哪，互抽！你们是交换红包吧？交换那个，对，交换。耶，小雨，小雨。蓝色，蓝色不是蓝色，蓝色快空了，蓝色要空了啦，蓝色剩两个人，哦，我爆了，强绿卷，强绿，赚翻了，小雨好棒棒，所以这个蓝色，蓝色，都蓝色，蓝的，剩两个了，最后了吗？剩两个，哎，抽自己的干嘛啦？还敢自己包红包啊？自己包给自己红包，不错啊！哇，拿哇，太神了！哇，这个蓝色，不妙了！加油，蓝的，蓝的没了，没了，蓝的还有月的，好，就是剩下红色的了。这么久会抽到自己的，白痴哦！剩两个了，可能你就直接抽红色了吧？强绿吧，加油，直接抽了。哇！碎啦！哎，好，好啊！我刚本来想说，我抽到谁的都不会亏，可我现在想想，我抽到自己的我就亏了。来吧，还有个大奖哎！哦，我抽到大奖了，来起来起！我不是抽大奖，不是八八八八哦，谁的没被抽到啊？酱油没被抽到，酱油没被抽到，快想好，快想好！哦，好装的，酱油的，酱油的，惊喜又老了一岁哦，哇！我们这边没人老一岁，对，你们为什么要排？伤心，为什么要排这个红包？没有了，我抽自己的，我也没办法啊。还有一个大奖跟还有一个是谁的？这是谁的？阿旺的啦，强绿，今天有强绿，强绿不亏，少一张强绿，可惜了，小伟，那个一张是一百钻，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啊，我以为里面会有强绿卷呢，好吧？我们两个被销毁了，耶！团团，我们现在去逛一下大家。装潢的地方吧，从门口开始逛啊。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的鸡。啊，不然就从这边啊，这个啊，天堂下来。我的鸡长大了。我们先从一样从顺序啊，配个顺序啊，那顺序也可以啊。那我的话，我是改建色办啦。嘿，有啦，蛮红的 ，Angiki。对。
那我主要上面因为还上面是那个嘛，我们那个新闻社目前还不知道怎么用，我们先那个创、这个麻将社，麻将社过年就是麻将，麻将一次缺一，那这个小雨应该是那个团队的暗装嘛，他一看酱油的牌呀、打五万，打五万，那个等下酱油打五万，你可以碰，你可以碰。大概就是这样啊，然后这边有一个牛牛，这个就是新年到哪里有牛啊？哪里？哦，那个牛，中剧作的隔壁。这个新年到可以打哎、欸，不好吧？不要打新年到，太久了。就这样啦、啊，这是新社办的样子。欢迎月，月看完啊。其实我没装扮什么、欸，我只是把原本的挂的白色的。那个圣诞的装饰把它换成红色的，哦有，上面变红色，然后门口这里有放两个，应该算是鞭炮啦，谁？哇，超大鞭炮！鞭炮，这个哦哦哦，谁动手？怎么有人去打人呢？然后本来在研究旗帜，想要做一个村那个福道啊，招财进宝啊，可是怎么做不出来，就想说算了，做了一个。菱形，然后一个圆圈的样子而已。福道，啊，蛮想说要做一下，但是弄半天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就，就啊，算了算了，放弃。太难了，大概就只有这样子而已。繁星的繁星啊，我只有贴春联而已，没了。你说门口贴春联，我怎么装饰啊？有啦，春联还不错，没了没了没了，就这样而已了。哎、啊，这个春联怎么？多一个哇！我这个再秃了一根，多秃了一根出来，公的是不是？公的是一公一母嘛，一边公一边母。天哪！啊，记得，肯德基，肯德基，这超像的，蛮像的，其实蛮像的。好饿哦！我自己盖完就想到不对，这我好像看到肯德基了。对啊，那肯德基过年了，过年啊，可以啦，可以啦。是，然后上面那个是烟火这样子。啊！不是酱油讲的那些哦，对啊，酱油。那个不是被烟排放，就这不是。下一个小雨，小雨，我这样，欸、我改的也不多啦，可是挂春联、欸、来了，先往下，先往下，嗯，来来来，这里对，可是是一样，是贴个春联啊，然后上面有横幅，有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啊，这是鞭炮啦，鞭炮。哇，里面就还好，就是红红的这样子。哇，你还活着、欸啊！不要被刺了，不要被刺了！没有啊，你是红红的吗？见红，要红红，要见红，不要不要流血在我家，拜托。这是平安嘛？那我们要太危险，太危险。对，差不多就只能这样。啊，这是杰克的我家，芝麻街，芝麻街，芝麻街的哇！对啊，我觉得他改过变了。我在我家门口直接盖一只年兽，哇！啊，你可以，这是一只年兽大开口，这样可以走进它身体，这样。所以你被年兽吃了，哇！我这好怕哦，先被芝麻吃。然后就贴个春联，然后头上有一个财，就是房子头上有一个财神帽，哦，有个帽，哦，财神帽子，哦，这样。啊，这只年兽我花最久了、啊，从那个芝麻街慢慢改。可以啊，可以。有。那在你后面，我有点难过。啊，去美国，美国园了，美国园吗？不是，我要说说我的创作理念。你说，你说，这是水果摊。这个前面这个肉我不知道谁放的，可是这个前面是。就是那个大春联，大春联挂在上面，因为我原本想说用旗帜，然后发现突然间好像变得有点像僵尸，所以我就改成小小的大春联，然后家里贴满了小小的大春联，对，然后外面那个啊，就是那个啊，那个过年的时候不是会放一些什么？就是红色的装饰吗？嗯，哇，是这样的，我还特地有那个呢，有排位置呢，千万排位，绝对不是梅果啊。哦，那你这个南瓜灯呢？哦，这个南瓜一
次吗？万圣节吗？你说中西合璧吗？中西合璧，中西合璧。可是两个节气差的有点远，差有点远都是灯笼嘛，不一样而已。灯笼啊，对啊，对啊，对对对，这应该是清明节。不是啦，清明哦，清明可能比较近一点。下一个，下一个。哎呀，团团，主要其实也加不多东西，是哪一间啊？那个这边这边，跟我走，跟我走。我主要是那个小屋跟那个叫什么仓库啊，就是主要是放这个灯笼啦啊，我就想说这里啊，这个要有点鞭炮在这边，所以就放一个鞭炮。鞭炮哇，这是有什么好的？是不是？火焰剑士的，对我蛮抖的啦，大家好爱护。哎，啊，这个哈先生，请注意你的行为。还有这个东西，我可以放在旁边吗？请注意你的行为。我觉得这个鞭炮，我觉得这个鞭炮可以放在这个小人身上了。我帮你上面加一根引线啊，对啦，危险的，好危险的，好危险，危险！团团团团团，可以放这里，放这里。我觉得还是很可怕。不要，他手上啊，放手上，放手上。手里面，手里面，手里面，跟那个红色的门上。那边等一下来看，这边我们这个门上面哈，就写这个牛运滚滚来啊，旁边就是放牛肉啦，红红的。哦，见红见红。那里面的东西啊，基本东西，血牛成河，血牛成河。啊，对，啊啊啊！怎么刺的声音？居然乱放音效了，哈气哦，吓死了！你真的是很天的，明明就有 TNT， 我刚刚问号了一下，转头会比较害怕。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他们说就是，中西合并嘛，喜气洋洋，那个小很喜气，很喜气，骨头嘛，对不对？没有，我没有这样讲啊，没有红色鞭炮，对，还有红色鞭炮，好不好？财神爷。哎，这个后面就其实也一样，就是放灯笼这样，然后这样是炸邯郸的，不对了吧？不对了吧？我跟你讲，你要跟他拍片，他要把你当邯郸炸了，我看了。哎，巧克力，巧克力说要我炸了你家，抓到了，完了，抓到了！哎呀，你不是在忙吗？怎么会看到呢？对不对？内鬼被发现，内鬼有内鬼。对，对，欢迎阿旺的。阿旺，我其实这没有什么时间弄，所以我只有先盖个红色屋顶而已。哦，应景，应景，应景，对对，应景先盖一下，因为这是时间的有点少。你远处看很像瑞士卷。饿了，瑞士卷。我考虑朝那个方向发展，好像也不错。感觉蛮好吃的，你盖个糖果屋好了。冬天旁边有瑞士卷。我觉得团团，你之后巧克力进来，他会对你的屋子蛮大的。恭喜你的屋子了，把它拆掉了啦。之后过年完就拆掉了。圣诞节是不是因为搬出来了？下次巧克力来的时候，我那个事务去给他先备份。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备份一下啦。哎呦，啊，最后开奖啦！要奖啦！先迟到一点点。今天有没有加码？我看偷看一下。没有，没有吧？没有，没有。我忘记那个加有没有还有64颗的。哦。66，哦耶！我也是捡剩的，我的9跟19被抢走了。真的，我要买六的时候发现你买了。晚上8:06是不是？感觉捡剩的才会中哎、真的，以后都捡剩的哇！我现在要养牌，我要养右半边。啊！我已经随缘了，哭哭，没事了啦，有人更随缘。啊！从上个世纪到这个，这次上个平行线，上个平行线到这个，太难过了。小雨，你站着好了，你不要坐着。杰克，你也敢坐着？我已经坐下去了，暴毙就算了。我坐着，我坐着。没有啊，见红，见红。岁岁平安。没有，今年没有加码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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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今天轻松升，轻松高就到这边啦。还是忘记呢。
没有，我们全名叫做轻松生轻松高效，对，什么轻松轻松高效，轻松生高效。受伤了，吓死人了！换你受伤哦，来啊，跟我一起蹲着，跟我一起蹲着。哎，你同学，你怎么都站在椅子上啊？在上课吗？不要蹲着，不要蹲着，老师椅子太危险了。站好，有人帮我推出来。没有椅子挤到你，椅子怪兽。好了，来到这边呢，下课喽。恭喜，观众讲一下，下礼拜啊，对啊对，下礼拜呢请假，我们要去过年，回娘家，放年假，下礼拜的轻松高效了，好，下课了，到。不起来，没有，我跟你讲，我的9跟19被一个被波波抢，一个被酱油抢嘛，我就选6号啊。为什么选6号嘞？如果减色的话，因为我上次也是有买6号嘛，因为6号是蓝蓝生日。好啦，那就这样子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哎，我的红色羊毛少超多的哎，上次白色还好，因为白色是那个嘛，圣诞装饰，红色整个少了三排哎，吓死人哦！好啦，反正就给他慢慢剪吧。好啦，各位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对啊，感谢蓝蓝让我中大奖。